要畫一個豐滿而清晰的唇形呢，我們可以首先利用唇線筆在唇山的部分勾畫清晰的邊緣的線條線，因為通常我們唇山和下唇底這條線呢都是比較模糊的，所以我們呢要必須利用唇線筆去勾畫清晰的唇形的，然後呢最好配合唇掃啦，由唇的外邊至到中間均勻地填滿顏色。記住是一筆一筆地畫的，就不會怕唇邊會化了，而且是很清晰很 sharp 的，上下唇我們都是這樣做。唇邊的位置比較薄，我們可以利用手指輕輕拉緊皮膚，畫出來的線條就會很利落的了。畫得多練習得多，你都可以畫到個唇形很漂亮的。